高难度的，然后再加上他有七位王者 boss， 我们上次是杀了深渊王者，现在我们要杀骷髅王，骷髅王跟恶魔王，杀了之后还要杀修女，还要杀很多 boss， 这 boss 非常牛逼。哇哇，哎呀，这哇哇又尿尿了，尿尿了呀，尿我身上去了。然后武器的分支呢非常多啊，我是敏捷魔法刺客啊，敏捷魔法刺客啊，跟加点有关系。然后呢，大黄来，我们跟我们的大黄联机。Welcome host。因为之前前一段时间都是我自己在玩啊，打几波王者都是我自己打的。这游戏这个非常不错，游戏非常不错。左手是法杖，右手是法，右手是剑。剑呢用的是火剑，用的是黑火剑。武器分支呢有上千种分支啊，这个不是看过了吗？但是我们要打到那个隐藏 boss 啊，打 DLC 啊。谢谢楚大什么时候玩 GTA 送大屏，过几天吧。隐藏 boss 的话啊，就是 DLC boss 的话会非常强大，很强力的。柯南今天玩不了，柯南今天玩不了，今天官服更新，官方服务器更新了。吟诵者，不然的话今天就操老外了啊。但是这个游戏也是可以操老外的啊，这游戏全球联网啊，可以跟老外打架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骷髅王是在我们机场这边，是深渊王，深渊王者呢地上全是深渊王者。深渊王打死之后呢，然后这边出现一个地宫，就是骷髅王的位置。骷髅王其实还可以吧，实力上来说的话还可以，实力上还可以啊。大黄来写个字，来大黄写个字，我招你，我看一下联机密码是多少，556556，大黄来556，门口写字，门口写字。当然打骷髅王的话，这边是骷髅王城，骷髅王城的话这边全是骷髅兵。大黄这个话不多说，然后直接打骷髅王啊，其他的骷髅王交给我，骷髅王你看我单挑就行了，恶魔王的时候这个再帮我就可以了。以我的实力是打那个打野草又复活了，我操，暴菊，操你妹，你是他妈找死啊，有意思有意思，再见。谢胖胖水果，写字了吗大黄啊？我先把法杖取消掉吧，换一把武器，就不玩这个流派了，用双刀吧，双刀流。来了吗？写字了没？这个门口，骷髅王门口，大王。来了没？你再撸啊撸的等一会。你妈，你是不是逗逼啊？啊，就玩一个小时啊。谢谢我们的花宝送大屏，谢谢花宝。那我自己跟他单挑吧，来吧，小伙子。你他妈有，哎我操，厉害了，操你妹，老子今天不弄死你，操。哎操，哎呀操，这个盾牌你妈怎么打不动呢，你妈去死。我他妈实在是看不懂啊啊，这边要从这边滚下来，从那边滚下来有一条近路。谢谢南宝送大屏。哟、哦、这骷髅兵啊又厉害哦、啊、哎呀这刀法犀利啊小伙子啊，犀利啊，犀利犀利犀利，太犀利了太犀利了，吓人呢。
这边的这个洞的话，就从这边走吗？哦，隐藏道路。他这个大招我看一下怎么看呀 ？OK。这傻逼自己摔下去摔死了，这个走路走的，这个以为自己的走位非常好，然后一个，哎呀，居然掉到坑里面去！你说你是不是呢？哇，这大刀男牛逼了啊！吃我一套！一套弄不死你，我操！可以，大刀男，牛逼啊！牛逼啊！两个大刀男啊，可以！哎呀，我操！小刀法不错嘛，我操，搞定菱形石宝石。哎，我记得这边是不是有机关来着，是不是有个滚球？哎，我就知道上面有个球，等球滚出来，这个球应该是可以打的，等一下啊，看好了啊。哎，你过来干什么？等球过来的一瞬间，我操，有意思。等一下啊，找好机会，把球打爆之后会有一个骷髅碎片骨片啊，那个骨片强化一下的话，可以强化这个血瓶回复生命值的量。哎，这个球有点狠，等一下啊，等它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炫它就可以了。看它什么时候来，趁现在。有点意思，老子今天弄不死你。等一下，等他过来的瞬间，我把他敲碎啊！嗯，老子今天弄不死你。哎呀，我操，挺硬，你妈挺硬啊！哎呀，我操了，屁！你他妈是不是你？啊，碎了！啊，这个骷髅在操控这个球啊，我要把这个骷髅打死就行了啊。搞了半天，你妈忘记了，我突然忘记了，很久没有玩这游戏了啊，搞得有点尴尬。哎呀，怎么会变成这个逼样呢？是不是？咦，我操了，有意思哈，有意思，妈的！我操，他妈干死你！妈走位挺灵巧啊！你他妈你死不死？他妈无限复活啊！我操！走！啊，算了，不打，无限复活！啊！还打不到，变成骷髅还打不到，脑残玩，真是脑残。哎，大刀怪，打他一刀，哇，真的是太灵巧了，身法很诡异啊，兄弟，教我，操你妹，我快没药了，
兄弟身法很诡异吗？啊！操你妹！子，跪下！哎呀，我已经忘记这路怎么走了，这他妈就头疼了啊 ！Come on， 小 baby，Come on， 就等你们来。突刺了啊！你妈信不信我突刺了？柯南好了吗？柯南好了一个小时也玩不了啊！柯南，我想看一下房子怎么样了，是玩柯南呢还是玩这呢？这是本年度最难游戏啊！然后这个我们打 boss 的话是打骷髅王，骷髅王跟恶魔王两个也是非常震撼的 boss。玩柯南是吧？柯南哈，好好好，那明天玩这个行吗？明天玩这个吧。明天玩这个好了。好，里面这边怎么是个洞啊？拿无敌，哇，无敌风火轮，哎呀，好厉害！当他妈好厉害啊！你他妈你好厉害啊！好，啊，咱们玩柯南吧。啊，柯南，嗯。我问一下，柯南好了吗？到底好了没有？我问一下基友啊，你们进了吗？柯南进了吗？啊？爷们好像没人在啊！你们试一下，你们谁进了？谁进服务器了？试一下的，柯南呢？天天妹子搜不到是吧？这些亮送的四个大屏，柯南好了没？看一下的，柯南好了，我们往柯南去。嗯，试试喽。是吧？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明天玩。哎，看我们基友试试看啊，能不能进？不玩私服，玩私服干嘛？你玩私服不能操老外，你玩干嘛？啊，打 NPC 啊，打怪啊。那游戏打怪又没意思，又不像这些游戏，妈打怪啊，打 boss 震撼的要死。谢谢向死昂生送来的宝剑。昨天晚上凌晨就收不到43了，就收不到官服了。凌晨开始更新的嘛？哎，是不是老外打压我们啊？不让我们操他们家？联系 GM， 把服务器关了，我去。很有这个可能。很有这个可能性啊，可能性很大。我拿一下黑火箭，黑火箭加上这个一个盾牌，战神木盾。昨天晚上还有老外在操我们家，老外应该操不了啊。我们进了山顶，抓了好几遍，我们家不会被操了吧？官服机器了，家不知道家被老外操了没啊？我就担心这个问题。妈，老外也是很贱逼的。刺客信条好玩吗？好玩啊！刺客信条杀人如麻，我的妈！杀人快得很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嗯。哟。这边来球了，等会儿。去死！谢谢亮送大屏。刚才我是在这吧？我举个盾走。嗯，啊哟，
生化危机玩通关了呀。啊，从这边下去肯定会死的，这边肯定有条路可以走的，主要是我忘记了这边路线忘记了。啊，这边这个通道，从通道走，这边路线是有点复杂。哎，看到篝火了，这边点个篝火以后复活，在这复活。我刚才看到谁在地上写字了，谢谢向死而生。沙蓝雪要跟我 PK 啊，来来来来，我操，跟我 PK 啊，哈哈，来来来，谢谢向死而生。我操，烟特大剑啊，我操，写的写字啊，谢谢紧张，谢谢一直很低调。刺客信条，玩刺客信条干嘛啊？等会就玩最后的守望者了，等会儿我打完骷髅王吧，打完骷髅王带的烟特大剑，对，烟特大剑，烟特剑可以说是这游戏力量型武器最强的。我大号就带烟特，这是我小号，谢谢二狗。来，不准耍赖啊，我们就在里面打啊，就在这边打。人呢？咚咚咚咚咚咚。游戏《黑暗之魂三》，《黑暗之魂三》。附个魔。层层恐惧，那是恐怖游戏啊，层层恐惧啊。哇，信仰，还学了信仰法术啊，我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不拿武器啊，我操，这烟特剑，我操，这伤害，我操，这伤害，我操，这伤害，我操，这什么鬼，这什么鬼逼伤害啊，啊，我看不懂啊。谢谢我们的红鲤鱼，谢谢别两难。我砍他100滴血，他砍我500滴血，我靠，你妈，我砍他两刀，他砍我四刀，真你妈的。亡命骑士铠甲，你们看服务器好了没，被打了一次，然后昨天晚上重新建起来了。哦，他现在是不是改版了？现在是不是改版了那个？谢谢楚大王柯南，谢谢。我没开大号好吗？大号无限伤。我操，这个球！这边快点！这边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烟特骑士，对不对？这边应该快到骷髅王了，快到骷髅王了，我记得这个路线。那这边是骷髅王，骷髅王，别跑，炫，拿一个宝石，我要把镰刀这个升到顶，下去。这边的小怪我们就不清了，捡一下道具，把道具捡了。骷髅王呢也是属于七位王者之一吧，好像不属于，好像属于，忘记了。谢谢艾斯比。这边就是了，骷髅王要赶紧玩 DLC 啊，谢谢我们的三摸送大瓶。圣杯杯起，这个就是骷髅王啊，这个小骷髅头就是骷髅王。
眼珠子里面散出黑气。啊，不玩大号，大号玩腻了，力量流，我要玩敏捷法师，敏捷智力加上信仰，三属性平均的。亚麻爹，挺牛逼呀、啊，小伙！哎呦我操！你吓老子一跳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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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骷髅王千万不能进他的这个下面的雾气。打手环，打环就可以了。一定要打手环。雾气的话，这边会慢慢死掉，慢慢毒死，毒的血，毒血，毒血非常快。这他妈都砍不到，操，这他妈都能拍到我，我告诉你我认真了啊，小逼别跟我装逼，要吐气了，趁现在破手环，漂亮，躲掉手环，破最后一剑，破，再集个火，我要打右手，要挥了，我操，这他妈知道你要挥，我他手不上来，我他上来了，必须要他在把我逼进绝路之前杀掉他，不然这个毒气的话会死。扛毒气打，破手环，破，破，操，没破，最后一刀应该能破，多个蓝，我去，操你妹，你他妈你真是能玩啊，小毕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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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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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妈！膨胀了，小伙，我招小骷髅兵，我要打手，我完蛋了，要死了，毒气，我操，破防了，破防了，毒气掉血非常快，只剩他的右手了，只剩左手了。骷髅王打人是这个敌我不分的，让他自己清小怪，小怪我就不清了，再破右手环他就死了，去死，手环破，斩击，我圣剑，我操，骷髅王剑干嘛我就看你秀啊，我操，来来来来，我就看你秀了啊，好吧，去死，跪下，跟老子秀秀你妈逼啊，啊，见大了不起啊，弄死你，是虞姬这个接下来恶魔王啊，接下来我们要打小恶魔王，老恶魔王啊，小恶魔王拉近，老恶魔王也拉近，当然是相对于我来说的话啊，哎，垃圾玩意儿，这骷髅王随便打，哎呀，这废物，这个我们大概在2分钟之内打小恶魔王，5分钟之内打老恶魔王啊。打完了之后呢，咱们就去玩最后的守望者啊，垃圾，他因为恶魔王是属于隐藏 boss 啊，咱们要开辟一条隐藏道路，隐藏道路呢怎么开辟呢，那很简单啊，等会呢这个给大家演示一番，我们现在这个把骷髅王打死，刚才骷髅王那把剑是不是很帅啊，我们现在取得骷髅王的灵魂啊，
可以用骷髅王的灵魂锻造刚才那把剑，就是骷髅王剑。骷髅王剑可以说在这个游戏当中武器吧，我很少看到有人去拿，因为像那种非主流武器一般没有人用，因为我们一般呢都是玩主流武器啊，非主流武器如果玩起来也非常强嘛。我们打坏这座桥就可以到隐藏地图干小恶魔王。我怎么死了呢？现在桥应该是打坏了啊，咱们从桥上爬下去啊。谢谢雅嘎米送的两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，谢谢。骸骨车轮盾，走吧，吃个渔火，吃一个 go go go。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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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啦啦。因为恶魔王他是属于火系的 boss 啊，恶魔王他属于火系的 boss， 那咱们应该用什么武器呢？所有的 boss 都是相生相克的属性啊。这些罪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！谢谢我们的罪。哦，我们不能从桥中间打，我们要从桥开头打。从中间打的话，他会把我摔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说打火属性的，我们用什么呢？也可以用冰镰，可以用冰剑。冰剑的话，没怎么强化。冰镰刀说实话打 boss 确实不是很好用啊，谢谢鹅。再加上我的冰镰刀强化等级比较低，要不咱们就用火属性打火属性 boss， 哈哈哈哈，用火武器来的，来把这个桥打烂啊，打烂。哎，这样我就掉不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看这样就算掉下来我也摔不死啊，也摔不死。我操！早知道刚才吃个鱼火了，刚才没有吃鱼火，浪费三瓶药。啊，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小恶魔王啊，小恶魔王，拉起，丢。补个火箭！我操！你跑上来了！我操！怎么跑上来砍老子啊？这个时候呢，咱们这个四处绕一绕啊。啊，会有这个骷髅兵出来，让骷髅兵跟小恶魔王打啊，因为他们势不两立嘛，恶魔跟骷髅他们是势不两立的，所以我就看他们先打一会儿吧。哟，凶得要死嘛！我操，骷髅兵这么废啊，两下子剁了。哎，好刀法，去你妈！趁现在，因为小恶魔王比较拉扯。干死！恶魔的灵魂啊，好吧，我们走吧，去干老恶魔王啊。小恶魔王他是属于那种小逼崽的，老恶魔王的话就比较老。Go！ 哎，这边还有两个小骷髅啊，想操我呀啊！是不是想操我？是不是？我看柯南不舒服，今天更新嘛，明天再玩嘛，今天玩不了。魔女们的戒指，老不中用，我操，老才厉害好吗？你们等会就知道老恶魔王到底有多牛逼了啊！这小恶魔王就是垃圾，就差不多是属于那种小型精英怪啊，但是不属于，不算强嘛。去干老恶魔王去。烟熏湖，上面有一个巨人，我操！上面有一个巨人在无限开炮啊，这个时候要躲一下他的炮。就你了，剁了他！
干嘛啊？我操，你要干嘛啊？老子在你屁股下面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我操！操！等一下，我就……哎呀，我的妈！我先那个，先去上面点个篝火吧，免得死在这里了。哎，你他妈，你扫的时候能不能轻一点？啊！哎呀，扫！蛆，这不是蛆。谢谢杰少送的阿平，我去上面点个火去。他这个狗逼，他这狗逼好像跟上面那狗逼干起来了，操！等会把他杀了，就杀他。那这样点个篝火，点篝火以后复活在这里，这样的话就特别方便呢。哎，我们回去买把弓箭，慢慢把它射死啊！买把弓箭吧。回去买把弓啊，买把弓。咱们这个近战不好打，跟他打近战有点尴尬。他也是比较二逼，二逼怪物，用弓箭把他射死。买点弓箭。弓箭啊，木箭、弩箭，买弩箭吧，买个六百发啊，六百发，换一下武器。猎龙大剑，哎，操！这个弩箭只能放在右手吗？诸葛连弩，哒哒哒，三连发。漂亮，升个级，完美，强化武器，强化一下这个弩弓。八级弓箭，操你，套飞你啊，就看你顶不顶得住了。谢谢 STMOT。 柯南今天官服更新，官服更新，凤海狂区。谢谢六六爱好者，柯南在更新呢。打完恶魔王我们去玩那个最后的守望者，今天把守望者通关出来。哎，我不勾引你一下，你是不出来喽？出来！哎，操！对，就你了啊！好，你打得我好疼，别骂。OK， 更新好了，官服没更新好，私服可以玩，但是不想玩私服，不喜欢玩私服。哒哒哒，哔哔哔，哔哔哔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子今天不玩死你呢啊！看哪呢？小毕，就这么慢慢射，三连射，他要打不到我，哎我操，
一棒了，一棒了。拉起，像这种怪你妈只需要远程卡了就可以了，无伤打好吗？三连发鲁，三连发鲁，这攻击力也真他妈高，特别是八级的三连发鲁。你他妈攻速太快，这速度太快了吧，这个打不到头。今天我们的风速的六六五光棒，谢谢风。哎呦我操，下来射。哎，他也打不到我，我操，还上去射吧。谢谢风骚送大瓶，来呀！对对对，他放电的时候最好射的，发发的是射中头，我快没多少剑支了。用一下猎龙弓，要他没接，我操！妈，屠龙武器没接，就这么射吧，射！猥琐天下第一。没多少血了，上去砍。哎，我带你飞哦。我操，跳级。哎，趁现在打他一套差不多。靠，你能不能慢一点？搞定，这不带你飞啊，操哟，走喽。谢圣诞老人送大人，这打恶魔王简单简单轻松加愉快，实力强劲。写字了，需要跟斑马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给我加个状态啊，不要帮我啊，我不行了你再上啊，来跟我们队友一起打恶魔王。你这个什么武器啊，这个是爪的啊，树枝啊，你这是什么武器啊，我看不懂。哎，谢谢 Juice Do It 送的六六红包。嗯，跟我们基友连个机。试一下，给我秀一把你这个武器，给我秀一把 SM 鞭子，来看一下你这武器怎么样，来看一下的。我操我操，不是，你这武器有什么用呢，自己打自己啊，用这个逼打不呢？啊，那好吧，那走吧。哎呀，我去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去，我受不了。行不行啊？这个打 boss 行不行？走，恶魔王，谢谢深言不离送大瓶 ，Go。我先上啊，我不行了你再上啊 ，OK。不要帮我，不要帮我，看着就行了，让我来。
一套。呀，我操！交给我了！哎，我操！这他妈锤的也太快了吧，狗逼！暴兵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别着急，等一下。给我加点状态啊！救我！救我！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救我！快！快救我！不行了，不行！你上，你上，你上！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！我换个武器上。我流星火雨来，我来了，让开，让我来。别急啊，操，来，你再上，你再上，我再换把武器。不行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带不动，带不动。你上，你上。流星火雨，我带龙枪。操你呗，老子不，老子今天不弄死你。我来，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操，怎么电系武器对他没效果啊？这他妈什么情况啊！我操你妈！等一下，我再换个武器。等一下，我再换个武器。我认真了，老子今天弄不死你，尼玛！来，让开，让我来。我操！哎呀！让我来！我操！干他，干他，一起来干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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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我锤他，我锤他，我把锤晕了！我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最后一枪让我来，去你妈！搞定，垃圾，垃圾嘛，这垃圾嘛啊，垃圾 boss， 垃圾 boss， 废物，废物，废物！这个 boss 打完好像是剑神啊，剑神，万剑归宗那个双剑士。没什么难度啊，没什么难度。谢谢风骚。这个明天，这个想明天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订阅啊，咱们要开始玩最后的守望者了啊。那明天要打剑神妓女，打剑神呢是在这个天台上面打，妓女的话是在床上干，因为这个游戏有色情内容。谢谢风送的两组六六荧光棒。然后还要打那个，打狼王，对，冰雪狼王，打三个吧，明天打三个 boss， 今天打两个了，打了骷髅王跟恶魔王。